头真大，这一年级的古筝国小学生囡仔也是真认真练跳舞，因为因要在学校九十周年校庆当中，用因的舞蹈来欢迎大家参舞。今年是咱古筝国小九十周年校庆，啊，咱今年呢有邀请咱社区来出节目，和咱校做来表演。啊，所以伫咱拜六下早8:20到10:00中这段时间呢，咱拢总有6-7个节目，一个节目拢做1-20分钟，有咱社区和咱校做共同来表演的。大别古筝国小成立90周年了，校方除了有准备真侪演出，搁请来社区的稻草创作达人陈清平，伫个校园内设置真侪大型的稻草创作，其中有两座按照一定比例所做的长毛象相当的野马。拜两只，爱俗语讲咱迄个入口大庙安尼吼，两边的石狮意思安尼啦，较有一个特色。啊，无你啊，像讲人要办活动，咱这两只嘛会使掠来伊的门口甲摆啊。我老师嘛咧讲，哦，做这两只，我若连讲，这个拜六若办活动哦，塞出来门口遮，大家看到嘛，大细眼囡仔嘛都来看看咧啊。配合地方古筝国小嘛发展出甲对我相关的特色课程，校长王文才表示，伫个校庆中，除了要让大家看到因的学习成果，嘛要用稻草做出小型的古筝本，送予来参舞的贵宾。那我设计了很多，每一年都开发新的不一样的东西。啊，今年咱有开发到新的小型的古筝本，有来送啊咱的贵宾，啊其他咱的民众。会当先来看看，明天有闲买当，含咱做伙来做这细项功能本，也非常古锥。古筝国小90周年校庆活动将要伫即个礼拜六闹热展开，校方嘛欢迎大家做伙来参与，看学生努力的成果。记者陈心，长报道。